电子，准备。我是三二，请发问。好，我们要。豆腐，我跟他相处是非常自在，非常开心，然后很轻松，因为豆腐是个很爱开玩笑的人。然后我跟他相处三年了，跟他相处三年之后呢，四年吗？快四年，对，三年多，所以就是跟他的相处，我会觉得很开心。哦，因为有时候就像我这一次婚礼，有时候就觉得压力有一点大，他就会告诉我说啊 ，baby 你不要压力很大啊，然后他就会逗我笑啊，然后我就真正的在确认，还好我有嫁给他，我就嫁给他是对的。真正的确认、啊，就是我中文不好啊，更确定，对。其实我们两个喜欢对方都差不多，就是跟他相处很自在，然后他很喜欢烧菜，然后我很爱吃。对啊，就每天我们最开心就是可以一起吃饭这样。因为我们两个都非常非常喜欢小孩子，然后我被豆腐吸引的地方的其中一个点是因为他很喜欢小孩子，而且很受小朋友的欢迎。然后我会觉得说，如果我们以后真的有小孩子的话，那个画面会很棒，就觉得他会是个非常好的爸爸。所以以后呢，我们也很希望可以拥有很可爱的小 baby。大哥，叫我神奇大哥。真的张怀秋了，张怀秋拍你了。三个都姓张，真的。三张网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应该没有吧？没有吗？应该没有吧？没有，因为我们三个长得比较帅。真的假的？三种不同发型，故意的吗？哪来那么多故意啊？那三个都姓张，然后又三个不同发型。我跟你讲，我看到艾莎，就是感觉特别的好玩有趣。走出来的时候，大家回放一下他的那个画面，很像杯子小蛋糕走出来。来这里。中年组全体外科欢迎。为什么？太小一只了，然后你就觉得而且杯子小。所以跟大家讲一下，艾莎姐会娶女朋友，鞋子稍微再高一点。对呀、啊，是这样吗？怀秋真的太久了，就娇小，娇小，艾莎姐比较娇小，娇小，对啊。身为艾莎朋友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然后今天看到她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，还有非常的感动，因为从她20出头，然后我们就认识了，然后在工作上面的打拼，然后在接下来跟豆腐一起的认识，刚刚她就是走出来的时候，心里面好像真的。好像要嫁自己的妹妹的那种感觉一样，所以真的很替她开心，然后也真的希望他们能够非常非常的幸福。挡酒部队，哈，我开车来，嗨谁？不好意思，我不喝酒，你不喝酒，对，那不就剩我一个？那就只剩下他了。会稍微帮他们挡一下，就是让他们喝到一定的程度就好。Thank you.